注意看，丈夫刚出差回来，妻子就有点迫不及待，于是假借腿疼让丈夫给自己捏捏脚。妻子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两腿之间有没有，而丈夫却不懂妻子的小心思。怎么办啊，莫克，你得去，还有你这个高跟鞋有少穿，脚都肿了。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可是丈夫却一点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于是妻子开始主动起来，而丈夫则是一脸的不耐烦，而妻子却想来的霸王硬上弓。这时丈夫的手机突然来了很多信息，妻子让他看看到底是谁发的，而丈夫则是以工作上的事情搪塞过去。眼见妻子不依不饶，老公只能说太累了先睡了，可是走到一半丈夫又突然回头，妻子以为丈夫想通了，满脸的期待，可是丈夫却只是拿回自己的手机，第六感告诉妻子丈夫肯定有问题。于是第二天妻子就找到私家侦探，我要实锤，跟踪偷拍，上门堵人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而丈夫这边还在酒店与美女约会，殊不知自己的行踪早就被妻子了如指掌。